哎呀，廖老大！哎呀，这谁呀、啊？你的梦中情人。梦中情人，这我一思一想的人啊。那刚吃饭呀、啊？我刚吃完，然后吃点水果。你什么时候来到这儿？我来有几天了、啊？你不是去云南了吗？你是知道我在这儿还是咋的？我听他们说的，这不抓紧赶紧过来了吗？哎、我太高兴来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就是换的这个车？嗯。你是跑高速跑国道啊？高速国道都可以跑。你用什么车拉的？有个小车。小车拉这个？小轿车，对。那你不怕有出什么事毛病吗？嗯，就不太快就没关系。啊、哦。像我这个基本上开80码、85码之内。可以啊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开高速太快了，超过差不多90码就有一点点死亡摇摆了。不行啊。就要这样子。你是多少买的？这个裸车的话8万多，但是你也知道这个都是要有些选的。嗯、那个棚是好像2800还是多少？这个棚。对，这个棚。然后，嗯，他本来还加这个嘛，脚踏板嘛，还有脚踏板我没加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脚踏板，啊、嗯，脚踏板就没带，然后都要选加的，选装的，像电啊、太阳能，你知道噻？啊、嗯。就装下来就11万。我看你里面。看嘛，你来看看，给你钱也不收，你看。没啥区别、啊、是吧？有点热啊！你这没有做隔热吗？还好吧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还是这么大床啊？对啊，这个床就比以前那个我觉得还好。以前那个你知道噻，我到了目的地我就得打开，然后手要收就很麻烦。啊、像我这个就是给它弄整整齐，我到了整整齐齐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个床。你一个人两个人？我一个人睡呀、啊。一个人要这么大床干嘛？那我不可能说因为我一个人我就说我弄一半吧。对不对？小一点好。嗯，对。现在没有遇到一起的嘛，有遇到的话那就挺好的。还没遇到呢？没有遇到。嗯。我感觉和比那个房车空间大一点是吧？对，就是比较整洁了啊，对吧？以前那个就是，要打开你才大，不打开你就很窄啊，就东西那放了很乱啊。你现在你看，还是挺好的，这个煮饭的。这里可以、啊、也可以睡觉。这可以把这个放下来，移下来，然后就弄开，就是。1.4米到2.2米的床，就是这也是后来加的吗？这个是本来就有个沙发区域嘛，电瓶在下面，嗯，对，还有顶上的太阳能板。我都感觉这个车比你原先那个车热。热吗？差不多。没有做隔热吗？对，没有做。那就一层皮嘛，张毅。我不懂。你还不懂？房车是最好不要去热的地方。啊。一个是电找不住，二一个就是。你宁愿去冷的地方，你可以穿厚一点，或者有采暖，对不对？那看你现在多热呀，都出汗了。对，我就怕出汗，今天天气热嘛。这两天热了。看到你比较激动，砰砰砰砰砰的。我跟着你吧。跟我呀，可以啊，这边随便坐。这儿拉个帘儿都行。那不用拉帘儿，我这有帘儿。这可以啊。嗯，就是。哎，你这两个柜子干嘛的？这是洗手间。哦，这是个穿衣镜。这是洗手间，这洗手间。哇，这么大。嗯，两个人都可以洗。水够不够？水没有问题，热的水都比以前那个要方便。我以前那是用电嘛，啊，然后烧的话要洗很快，它那个炉子只有那么多水。哎、这个汤我觉得很奇怪，它可以一直有水，一直有水，一直有那个热水。哦，就是它就是你可以慢慢洗了。那放时间长了，估计也是凉水。不会。啊、你这是个镜子吗？对，这是个穿衣镜。哦，我以为也是个柜子。没有，女人嘛，就是化化妆。对，站在这里，然后你看我看到你看我的汗。你不要这么激动。好紧张啊！青春荷尔蒙爆发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都知道我喜欢你啊。啊，这个是冰箱。对，这边这是我原先那个房车的冰箱嘛。哦、也拿下来了。啊，对啊，上面留就是冰柜留下来了。那你那个电够用吗？电基本上不够用，但是，就我有一个发电机，外面等一下给你看。发电机呀、啊？我有一个汽油的发电机。那你太阳能板充电啊，充不过来啊？我觉得我可能被坑了吧，没有装太够。几度电？就5-6度电。太小了。嗯。那您那个5-6度电多少钱？反正、加下来11万多，本来买成8万多嘛。啊。加起来就11万多，加蓄电池一起。那电瓶估计一万多啊，1-2万吧。那个度数太小了，度数大点还行。太热了、下来吧。下来啊。你这个是多长？差不多加上这个有6-7米吧。
你是刚写完这个驾照就跑出来了？对啊，我一点都不虚的。那你胆子挺大呀。逼出来的，被生活所逼。啊，这是那个是发电机。对，我那儿买了个发电机，2000块钱，有时候就可以给它充电。你是用这个车拉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的前车。啊，奔驰啊。对啊，咱们都说是小车拉大牛啊。那这动力应该可以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啊。哦，刚刚眼镜放在这里。哦。看完这里有一个拖车钩，这是后来安的。啊，花了好像2000多一点吧。这个你得经常检查一下。哦。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怕会有那个裂口。好，它有那个保险绳，再加这个。啊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前车制动，然后还装了一个充电的。充电啊？就是行车啊。行车充电。后车充电，对。那你上边太阳能板是多少？400的吧。那太少了。400太少，一般要装个600-800。六百八百也少，你最起码得装1000以上。我一般装不了1000，我以前那个才800。它那个面积只有那么大，你装不了。哦，那上边还有一个排风口。对。如果没那排风口还可以。排风口，一个客厅的，一个厕所。哦。知道吧？而且占空间了，就基本上现在这上面都是装满的。装满了。嗯，这个车就拿来放东西的。哦，怪不得你那里边没东西呢。啊，你看嘛，这打开，你看嘛，就放在后面。啊、哦，这是一大包。啊、嗯，一年四季的衣服带。那你应该是直接开这个车出来啊。这个车我就因为我，你像我带狗，然后我大家喜欢空间大的。哦。太小了，然后就觉得很压抑。空间大容易施展是吧？对啊，发挥嘛。万一路上遇到个人，可以随时加重嘛，对吧？这个是空调。对，空调外机。用过吗？用过，好用。就一般我那个发电机一打开，我就可以开空调了。啊、哦。所以说。这个你说热，它也不是很热，咱们要开空调一开就可以了。我开空调行，但是不开空调，我感觉里边老热了。对对对，因为它就像你也知道的，就像个铁笼子一样的。对，你这怎么还撞了呀？对，那次在那个品德村，我那个停车的时候，我忘记后面它有一个坎，啊、然后就把那里给碰了一下。这里还有蛇，你注意点。哦，昨天他们说在我的直播看到蛇了。对，你不怕蛇顺着这缝钻到你车里啊？这儿就关好了嘛，这些我都是有窗纱的，因为这蛇乱钻嘛。嗯，我也怕蛇。那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。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4月份吧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也是4月份去。反正就是热的受不了了再走。对，但是现在我感觉都有点热了，但他们明天降温。明天不降温也是30多度，后天降温了，它热3天。太热。那也怕，你是怕热呀？我怕热。你看这汗，这样看到你我就有点紧张。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太紧张。坐那你也是5月份往那个西藏走？跟你一样。你从哪里走啊？我可能是走滇藏线吧，就不往成都走了。成都走的话有点远了。嗯。那咱们以后路上见。好的，路上见啊，等你啊。